国家广播电视总局11号通报，禁止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世界新闻台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成立于1922年，英国广播公司 BBC 拥有近百年历史，但如今 BBC 世界新闻频道竟然在中国遭到禁播。I don't know how the BBC people got all this wrong information or misinformation. You see, if you look at their track record, maybe you should not have total trust.Of what they say. 不仅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痛批 BBC 假新闻，连官媒《环球时报》也加码帮腔，把这家英国老字号公营媒体形容成谣言制造厂。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年初一发出公告，称下架 BBC 是因为违反新闻真实公正的要求，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尤其是针对香港问题的报道，还有揭发维吾尔族拘留营性侵丑闻，都踩到。We call on the PRC and other nations with authoritarian controls over their population to allow their full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media. 英国外相拉布推特炮轰，严重侵害媒体自由。美国也选边站，替英国教训中国。英国通讯管理局另外提到，去年调查发现 ，CGTN 部分有关前年香港示威的报道。严重违反当局的公正及私隐条例。巧合的是，一周前中国官媒 CGTN 才被撤销在英国的播放执照，时机敏感，北京报复心态可见一斑。而 BBC 网站和 App 早在中国被禁，双方如今继续隔空交火，越演越烈。三立新闻陈佩蓉报道。